州土话版的青藏高原。是那个大录贝加尔湖畔的前一天，我重感冒，嗓子特别难受，然后为了能够让它快点好，因为有点点发炎嘛，然后就去输液，然后就看见就是当时在上海就很好玩，就那个护士长，然后他就说哟，好声音的也会生病的呀，唱歌嘛唱得好好的，生病嘛也是生得蛮严重的呀，你看蛮没精神的，蛮可怜的哦，给他倒杯水。